饲一个囝哦，小三年啊，哦，这样要起小气去啊，啊，哦，啊，七妈吼，未人讲话，阿咱也烦恼；爱伫咧讲话，阿咱也烦恼；啊，无要世界行，阿咱也烦恼；啊，世界拍拍照，阿咱也烦恼，足歹事。囡仔最主要就是讲，伊毋捌代志，伊无大人诶判断力，所以即个是足伤脑筋诶一件代志。 啊！囡仔啊，个另外一点就是讲，你行到倒位吼，你拢要个顾，你袂当放伊家己一个伫遐，因为你毋知伊会出啥物代志信用嘛是共款系安尼，不过我总是袂当规集安尼抱咧讲吧。虽然我饲四,四我、喔、个囡仔，有影我较早吼要创啥，拢囡仔拢安尼抱咧抱咧抱咧安尼。但是咱即满咧做节、這、目、個，安尼抱咧上忝嘛，哦，咱、喔、请伊先退掉一个吼。啊，好，迄个歇困吼。来听老三讲讲吼。 讲说完，才个来，把你叫你起来吼、哦，来，你慢慢来，困呢啊，来。保罗讲啊，保罗讲，奇怪，恁哥林多教会人，恁有口才，恁有知识，恁搁有钱财，但是恁的信用，那也跟那囡仔同款。恁伫社会上是董事长，是总经理，是上面总裁 CEO，但是那讲到信用，恁的听度实在是有够差。 古林都会人可能也真不凡，我倒位咧查，无你来甲辩论，看你要来讲即个创造论，啊是要来讲末世，啊是要来讲救赎，啊是要来讲性别、性镜、性神，看你要讲一项。我昨天拢讲赢你个，古林都会人因为因学问真棒，逐个拢知识分子，所以可能也真不凡讲，啊保罗你敢讲？ 你竟然敢讲我是囡仔哦，你欺人太甚啊！你狗眼看人低啊，你啊！阿波罗就讲啊，波罗讲，我看恁真正拢敢若亲像囡仔共款。恁是吼属肉体啦。什么叫做属肉体？就是囡仔，就是属肉体意思就是讲，伊想要食伊著食，想要困伊著困，想要哭伊著哭；想要放伊著放。伊不甲你看司机啊！迄就是妈妈带囡仔出去吼。 啊，多咧！个人咧，食饭的时阵，嗯，啊，若偏着臭味，我下拍死，我去换药，做下即个啊。囡仔也无多控制，什么叫做属肉体？就是讲，伊无能力通控制伊家己，伊连变数伊都无多控制。所以們知道，咱拢知样讲囡仔？饲饲咧有一个阶段爱训练伊，训练伊有能力控制伊家己，该变数时变数，讲你千袂使小心一来，等下再去爱训练。哦 互伊诶身体听伊诶话，即著是大人。大人著、就是你有法度控制你诶情绪，你有法度控制你诶身体。你当甲家己讲，即晚袂使困，即满咧听老三讲告，毋通拄久，毋通困，你有法度通控制。人阿边阿会通控制，囡仔是无法度通控制。虾米叫做大人？大人著是讲我会通控制我诶情绪，毋是讲想要变面，我著变一面，还是囡仔。」 大人著是你讲，啊，你虽然即马小可不舒服啊，你可能受着委屈，你可能即马生气，但是即马即个场合无啥适合来发脾气，因为唔是刚才恁两个边啊一有别人，哦，啊好啊，小可家己控制一下，等系无人诶时阵，咱家要抢，咱家过来抢，即叫做大人。下面是囡仔，囡仔著不管，里面人看，随在你啊，我话要走，我著走。 我要冰刀，我就冰刀；我要安怎，我就安怎。我不免考虑别人嘅感受，这就是囡仔。啦。先怎伊无考虑别人嘅感受，因为伊无法度控制伊家己。因为伊即卖底有一个委屈的时阵，伊马上都要将这个情绪表达出来。这就是保罗讲，这叫做什么？属于肉体，属于肉体，就是是你嘅身体咧控制你，唔是你咧控制你嘅身体。 你嘅情绪咧控制你，毋是你咧控制你嘅情绪；你嘅感觉咧控制你，毋是你咧控制你嘅感觉。即著是还袂当大人，囡仔著是安尼。所以保罗著对哥林多教会人讲：，我感觉恁贵教会人，恁即挂信徒，那会拢敢若囡仔共款啊。恁无能力用一个大人嘅方式去处理恁中间嘅代志。 恁处理代志看起来讲奇怪，恁哪样拢即毋捌代志啊？所以保罗就甲恁讲，恁是属肉体诶人，我无法度甲恁当做是一个真圣洁诶人，因为恁诶所作所为，恁即个教会做诶代志，我看甲拢混去啊！讲这是囡仔会做即种代志，大人哪会去做即种代志？哦，还是囡仔抑未长大。 即系规房间府甲乱七八糟，用蜡笔的画饼，哦，啊冰箱拍开内底物件用甲乱七八糟，啊物件食食拢无收，迄是囡仔在安尼呢？你做一个大人啊，你若毋知影阮即个物件等那粪扫桶？你食几啊饼，外口迄个包装拆开就等在桌顶？你是小朋友吗？你几岁啊？大概都是即个意思。 所以高领导的人，你要介意，你要介意辩论，伊真厉害，因因有口才，啊、哦！啊，你要介意来讲德学，你要介意来论知识，因真厉害，因用高级知识灌输。啊，可再加上经济也拢袂歹，所以即即款人吼、哦、是上歹歹处理诶人，因为逐项拢有啊，哦，咱台语一句话讲，即款人叫做吼，头壳顶吼发夹诶啦，你知无？头壳顶有夹诶啦，一讲得啦。 所以保罗讲，恁这人虽然社会地位真悬，虽然别人看到恁可能足尊敬，但是用信仰的角度来看，恁也阁属于肉体啦。哦，恁要讲诶时阵是真够讲啦，但是恁诶做诶物件，看恁诶做法，恁是也阁属于肉体。为什么保罗断定讲即个教会即点、這個、人，因是属肉体，因是囡仔。 因是红孩啊，因无法度亲像一个大人，做一个正适当诶即个反应咧。因为保罗直接讲，保罗讲，因为我听讲伫恁诶中间，恁逐个拢大人大精啊，听讲恁诶中间，也搁有咧激动诶代志，我要教汝好，咱无啊教伊好，咱两个教伊好，咱妈教伊好，也搁有即种激动诶代志，也搁有即种吼激动诶代志，也搁有即种纷争诶代志啊。保罗讲，规会人啊。 啊，恁的社会地位拢遮悬啊嘞！啊，啊那会一个伫啊咧互相咧竞争，啊啊互相咧批评，啊看人好，汝就挡袂掉，啊在伫下咧讲伊有啥物了不起？啊啊轻看别人，啊高估家己、啊啊，哦，啊对做事代志吼，无法度用大人啊角度来看，敢若今仔在办公开会啊，啊冤家冤家冤家，哦，实在是正足无聊诶啊！所以汝讲保罗原来真勇敢嘞。 即种话哦，我今像我咧做牧师诶吼，我嘛毋敢甲回教讲安尼咧。你知无？你若讲了吼，回教怎想气？吼？因为因都无迄个力能力，通听下入，通了解你讲诶物件嘛。你讲啊，保罗安尼讲，人敢听有听无？真正听无？因为保罗写批哦，即个哥林多教会人，落尾即个教会人煞对伊反感。啊，讲啊，凭啥物？你系着伊拉骂我你啊？ 我在社会上班，拢无人骂我。你保罗，你算什么？你哪根葱，你哪根蒜啊？你敢讲？你搁敢讲我是怎么红的啊？你才幼稚咧，羞羞脸不要脸、啊啊啊、啦！啊，反正讲开始也骂保罗，讲什么啊？伊也无什么特殊诶经历啊啦，啊伊也伊也无军队亚索啦，伊也毋是亚索诶温度啊啦，啊人生说歹，啊讲话也无咧有水准啊，搁什么咧？诶、欸，长春藤名校诶啊。 哦，搁上物，加马列门下受教，上物台大毕业啊，学历遮悬，那光为插东插西搞这，所以保罗伊写批伊足勇敢指出即个个林对教会诶问题，但是结局是教会内面有一挂人对伊真无谅解，结果是教会内底有一挂人对伊吼，咱一般话叫做袂爽啊，啊对伊吼，安尼变做看做。 眼重顶共款，吼，足讨厌伊，吼。所以，亲爱朋友啊，如果今仔日伫即个社会上，有时阵你讲真实的话，人人你讨厌，其实也是足正常，吼、哦。当然，咱毋免听你讲做一个足够人玩诶人，但是我想你啊，毋免惊，毋免惊讲别人，吼、哦，敢若无欢迎你，吼、哦。你啊，毋免一心意，我就是要做一个受欢迎诶人，吼、哦。 现在朋友受欢迎，即个代志，毋是咱作条例稿去制造出来。受欢迎，是因为你本身照你的路线行，自然你就受欢迎。啊，你若照你的路线行无受欢迎，你嘛无要紧。所以保罗有讲，保罗讲，我知影我讲即个话是歹听的话，所以我也知影我讲即个话后壁有啥物结局，我拢知。但是吼。 我毋惊人我批评，因为我讲诶话是真实诶。最主要，我讲这话是要你为你好。我讲这话毋是要顶我咬哦，毋是讲我学问较饱哦，毋是一种骄傲。我讲这话是我足毋万讲年金大汉啦，快点长大啦，啊！唔通一讲讲，拢敢若囡仔共款啦。哦，不如足毋万，即个高龄都教诲诶人，会当有改变。哦，即、這个是不如即种诶。 足好诶一个心啦，但是咱台语有一句话讲：好心和雷精。啊，你讲安尼我著爱贪心吗？千万毋通。好，好心这是咱应该做诶原则。所以保，保罗是安怎落尾变做历史上一个非常有影响力诶一个人，著、就是因为保罗伊敢坚持伊诶原则。好，保罗虽然讲第二代志我著坚持，但是伊咧坚持诶时，阵毋是用一个骄傲诶方式。 毋是用一个即种敢若家己坐管管底骂人个方式，伊个坚持是一种谦卑。伊个坚持，伊无看家己看较足熬个。伊个坚持，伊是毋罔讲，所有人伫真理上会通拢有进步，会当大人会大汉，毋通食到五六十岁、哦、啊，抑阁咧像囡仔共款哦，毋通都已经足济岁啊啊，抑呀，阁呾嘛那敢人像迄十七八岁安尼，抑阁伫遐咧食醋。 啊，已经做个阿嬷啊，抑阁咧食醋，抑阁咧怀疑恁阿外口有查某人安尼，吼、哦，安尼你会足忝诶。迄著是囡仔啦，囡仔著是熟肉体啊，何来底角度甲你掠掉咧？何来底无安全感甲你掠掉咧？何来底即个虚荣心甲你掠掉咧？哦，都明变到六七十岁啊，抑阁想要穿迷你裙安尼，哦，真正毋通，互咱心内迄个感觉。 哦，迄个幼稚嘅情绪，甲咱控制，这個、就是菠萝一样。要分这个，等下聊不一继续。欢迎登来老三嘅节目，今日嘅主题讲，咱毋通永远拢做囡仔，哦，咱的情绪嘅控制，爱慢慢慢慢学习，爱做一个大人。 归本正经的重点、哦，拢是咧讲吼，咱人活伫即个世间，吼，咱是要叫咱的身体听咱诶话，毋是咱听咱诶身体诶话。有当啊，作想要吃，你也控制，尤其咧减肥诶人，吼，你也家己我都控制你家己啦。所以减肥即个代志吼，迄叫做意志力大考验，迄是咧考验你诶心啦。看你是毋是大人，你真正我都控制你家己啊。 所以你卖身份证提出来，我看讲你归会啊，哦，无效啦。到那该吃的时阵吃，啊无该吃的时卖吃，七点你敢做会到？该困的时阵就好睏，足侪人七点做未到。诶，即马嘛有足侪爸爸呢，已经拢上班啊呢。迄、那个马瘾啊时阵，害爸爸也权威吼，吼、哦、足、哦、大。但是暗时啊非睏的时阵，即、這个爸爸变因啊，因某嚟啊来讲，老公该睡了，等一下我再玩一下啦。 老公很晚了，啊！不要这样子啊！哎、欸，奇怪吼、哦，都啊要叫囡仔困，说伊是老伯啦，囡仔困去了，伊变囡仔啦。啊！好一莫底啊！你家的咩？家的我，你不要再样念了。你是我妈妈，好不好？一红毛嗲嗲玩叫都是玩安呢，迄、那个囡仔想吼，跟他无解哦。所以平常时啊，跟他像大人，但是心内其实也个是一个囡仔啊，长不大了。 无法度大汉啊，所以即种查甫人有当啊，都比较比较容易会分外情嘛？为啥物？因为伊一个定定咧，感觉讲迄个少男少女安尼定定常个咧种好浪漫哦、喔喔，吼。一个定定咧听听即个情歌，我感觉讲啊，我的爱情安尼。啊，若女诶吼，就是看韩剧、看日剧吼。啊伫遐咧看讲啊，足好诶吼，因为阮翁拢无安尼对待我，但是咧看电视诶时阵。讲。 啊，杜教授哦，咧看电视就阵哦，这个男主角哦，我若是嫁伊毋知偌好啊，伊若是我男朋友如何如何，毋知要偌好安尼，迄都是咱咧讲吼，无当大人，吼、哦，所以咱即马讲安尼诶时阵吼，应该足侪观众朋友吼，你可能来咧开始对头三对无欢喜啊，讲你咧讲我喎啊，有影咧，因为有诶已经四十几岁、五十几岁啊吼，嘛是抑个很迷啊，足迷啦吼、喔，一甲毋拢咧看迄种物件吼。 因为的年纪虽然咧中大，但是迄个心灵吼无中大，所以即种现象普遍无非常普遍，非常非常的普遍。所以常常讲查甫人甲中年的时阵有一个中年的危机啊！迄、那个中年的危机就是讲伊食個四五十岁啊吼，忽然间感觉讲哈，我的人生，我已经中年人啊！哎哟，哇，我只巴肚。 啊、哎，我头毛走去倒位啊！啊、哎，我已经接老啊！哦，无法度接受，无法度接受啊、哦！所以，足想要享受迄个少年的感觉，谁人足想要享受少年的感觉？因为因阿较早少年的时阵，拢咧拼学生时代咧拼读册啊，后来差不多三十岁以后咧拼趁钱。因为爱有一个责任嘛，哦，爱顾家嘛，哦，贷款啊，厝的贷款、车的贷款啊，所以扮演这个角色吼。哦 欢迎了真忝，所以介休息站的时阵，中年休息站，到这里休息站的时阵，向宏伊感话讲，我哪敢那失落足济呢？我足济，我较早该省，我哪拢无省着，哦。所以中年男子都喜欢买跑车，哈、啊，因为想要来完成小汉的时阵、婴孩时阵列升玩具车迄种感觉，哦、所以讲，一个人要大汉，吼、哦，是一个过程哦，唔是一暝之间的大哦，啊 虽然咱拄啊咧唱歌，诶时阵讲一面大一寸，啊，一面大一尺，但是实际上心灵诶长大无可能接近。一个人真正要变做一个成熟的男人、成熟的女人，迄是拢经过几落十年，啊，经过足侪代志考验，时间长抑个无够，时间长以外，爱过经过足侪意外、足侪打击、足侪压力。 足些挫折，安尼个练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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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呢，即个人才会慢慢来成熟。但是高龄都诶教会，因并无经过即个阶段，因为因真富足，因为因真顺利，因为因诶环境拢真好，因伫都市毋是住伫庄卡。因是咱即满讲诶，即个社会高层人士是成功诶人士，高龄都教会，若要用即满来比喻，著敢若亲像即种企业家诶基督徒。 伊只有趁真济，著敢若亲像真济出名诶基督徒，著敢若亲像真济政治人物诶基督徒，著敢若亲像真济艺人诶基督徒。我做牧师十几年了，我著发现讲吼，即个人伫社会若哪成功，伊诶信用吼，哪无法度中待。即个高林都教会诶经营是足共款，因为当你伫社会上有地位，当大家拢足尊敬你诶时阵，常常咱看家己。 看相关啊，所以你若看足者基督徒，因若咧做艺人呢，因若是正地人物，因若是成功一个生理人，通常伊诶信用诶状况，咱做牧师诶人，咱拢是会替因较烦恼啊。比如讲艺人啊吼，艺人啊吼，艺人艺人，因拢是足感情足丰富诶人，哦，所以通下因诶信用较歹、较成熟、较坚定，因为伊感情足丰富。 所以，通常被因的感情来控制所以藝人讲“艺人艺人叫做异于常人，啊，无名他叫艺人。所以，一个人去做艺人，伊并基本上伊个精神、伊个控制、伊能力，伊必须要比别人比较强。伊若无，伊著是会变做一个足辛苦的人，台顶一个样，台卡一个样。所以，咱如果今仔日在看即个节目的人，你若是一个。 有社会上有地位的人，你若是一个逐家拢足尊敬你的人，你是一个足成功的人，你是一个有社会地位，你是什物校长啦、主任啦、董事长啦、经理啦，哦，你是足侪人捌你的人啦吼，我感觉你拢爱较谦卑咧，因为即种的人拢是属于个人都高教会即种背景的人，啊，即种背景的人灵命的成长会较困难。 因为咱的条件、咱的知识、咱的口才、咱的各方面，拢比人较好，所以不管圣经啊讲，上帝是一种精算者、软弱的，啊，这个、软弱看起来敢若较含万吼，但是通常因的进步，煞会比人较紧。所以你若伫社会上，你愈出名，伫社会上你愈比人所肯定嘅人，请你伫信仰上，都会较谦卑的。哦，毋、嗯、帮每一个人，咱将来。

啊個、哦！恁遐吼古 TV 啊、哦，嗯、有一个迄落什,、那個什,那個、什么？迄落什么什么果？哦、啊，杏花果？诶、欸，毋是，就是什么果？有无？真情不露骨啦！好哦，啊、对啦，哎、啊，节目真,真情不露骨啦，我安内拢专门在讲一寡别人的过去是安怎哈、啊？哦，迄落叫做见证。见证。 哎，欸、啊，剧情是要创啥？迄就是咧讲，一、這个人过安怎安怎哦，啊，上帝安怎样改改变？啊咧，改变咯、喔，哎、哦，欸、哦，啊，改变有啥物帮助？啊咧，你不，你不爱做迄个啥物哦，参像迄个、欸、房地产呐、啊，甲人安做投啦，哦、做股票唔就好？啊，迄有收视率？哎、欸，无看，嗯，哎，咱这我这边做的节目是主要要改变咱一个人个生命、嗯嗯、哦，做咱来讲做一个人过去。 哦，啊，兄弟，安怎甲伊帮山？啊，拢、哦、在讲以前失败的所在呢。诶、啊，就是在讲失败啊！啊，逐个拢会失败，所以咧讲伊安怎安怎无好话、哦，有诶啥物毒品诶啦、吸毒诶啦、饮酒诶啦、拍、啊、人诶哦。啊，伊安怎就人真正到无法度诶时阵，啊，兄弟安尼甲伊开一条咯。哦，伊安尼东山再起安尼啦。安尼、啊，我叫我去。啊，啊，谁来叫你去？哦。 那讲到这过去吼，我也想搞啊，哦、对唔，那亲像讲吼，譬如啦，如哦，安怎讲地下钱庄借钱啦吼，啊安怎骗人来投资啦吼，啊是讲安怎讲倒鞋啊，啊，啊，还有吼安怎怪人的男朋友啦吼，这個、我嘛最搞诶，哎呦，啊、不我哪唔知影讲咱陆开爷过去原来是这么复杂、啊、哦。哦，那听我讲完我每都哦，我大项拢冇法都介绍。哦，我也讲个清楚啦。 是恁的朋友就对了。嘿啦，遐拢我的朋友啦吼。反、哦、正讲去个阳明山啦吼，乌温泉啦。啦啊。哦啊，踮个总统府有摆路边摊啦。啊。啊，迄落什么太阳花啦，哦、嗯、啊，迄落香蕉花啦，月亮、欸、花些同学，我拢找着啦。哦，遐我朋友。哦，嗯、啊你这啊你这这过去我哪不理解复杂呢？嗯，我哪复杂？我偌单纯嘞。哦，你单纯哦。我只是讲。 别人唔敢做诶，我讲；别人唔敢去诶，我讲；别人唔敢讲诶，我讲；嗯，好，别人若唔敢想诶，我拢会晓想，啊，足简单诶。啊，诶，唔是简单，诶，叫做戆蛋，哈哈。好啦，免讲遐济，我敢问你，啊，我拄啊讲遐济过去，啊，你到底当时要找我来录影？啊哈？昨去录啥？啊，无啦。 真情不露，骨啦，哦、真真情不露、哦。骨、哦，像我高考期的。无啦，哦、啊你你你落去你,<對>、啊、你是要讲啥？哎<對>，那你是要讲啥？我凊彩啊！你看，迄即马拢是一个人，啊讲一个过去，啊拢单元的啊。啊,啊！你若带我来去吼，像、哦、我的故事才精彩。我将我的人生拢搬出来，啊我跟你讲，我来做连续剧，头、哦、一档都是我，我就是女主角。哦,哦，我迄绝对拿我来，比了来自星星搁较红。 这是来自火星，哦、完全唔知影啥叫做做感情，唔知你讲啥啊？哦。